哇，你看这好聊，这好聊的，这是这好聊的。然后这个是还没有大的，看鸡黄啊，它的这个哟，灵灵的，我吃了，我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ney， 今天要吃蜜糖菠萝蜜，就是那个叫什么Honey 中不打，我没有听过，什么中不打红，就是中不打红，但是这个它比中不打红更甜哦，给你们看，这个是可以拔出来，看，哎呦，整串这样子漂亮，哇，哎呀，吸。哇，喂，真的是甜的哦，不要搞混哦，嗯，真的甜，而且没有黏，嗯，你看它那个，看它哇，很出息，看那个鸡啊，它没有黏住那个肉啊，嗯，整个肉在我嘴巴，嗯，整个，哇哇，这个真的是配那个叫什么猪鼻啊，那个糯米，然后放那个椰浆，哇，很香，真的是好吃，但是我没有那个猪鼻，没有的吃，你们有的话你们去买就尝试，嗯，真的好吃。OK， 现在吃那个炸的，牛炸的是我的 favorite， 多汤。炸了的话，它的鸡可以吃啊，还有种子。嗯，哇，那个，哇，很好吃啊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鼻子可酷了，还是要慢火炸。嗯。马上鸡，咬咬上，马上鸡就很香啊！嗯，上去，好像那个辣鸡一样啊，那个辣鸡，好像辣鸡一样。哇，很好用，很香啊！身为马来西亚人，鸡心福啊！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有这样的那个，有这样的那个福气，可以吃到这样好的水果，哇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OK， 我要吃东西，拜拜！你们要吃的话就往下看啦，拜拜。